来看看土耳其安卡拉国父纪念馆 Atatürk Mausoleum， 英勇帅气的士兵交接场景就像是我们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卫兵交接，穿着帅气军服的卫兵用整齐划一的步伐及动作进行换岗交接，这些士兵个个都人高马大，不仅脸蛋长得帅气，穿上军服后高挑的身材更好比名模，迷倒了许多来这里参观的女士们，纷纷凑上前去与正在站岗的士兵合照，合照当然很欢迎，但千万别挑弄士兵急，做出不合宜的摄影动作。守护在凯莫尔纪念馆场馆的士兵每天会在特定的时间进行换岗，我们很幸运地观看到这震撼的场景，卫兵绕广场一圈后往石狮大道离去。为了纪念引领土耳其进入现代世界的国父凯莫尔，国家打造一座宏伟的陵墓，让他的遗体长眠于此。每年土耳其人于11月10日早上9:05都会默哀以纪念这位使土耳其有现今地位的伟人。除了了解凯莫尔的事业和成就，纪念馆还有许多其他的亮点值得游客探索和体验。对于有兴趣了解土耳其历史和文化的游客，凯莫尔纪念馆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，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。再次强调，卫兵交接是很严肃的仪式，千万不要做出不合宜的动作哟。关注梅子带你去旅行。